斯莱德尔 Julius Randle 1994年11月29日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 Dallas TX 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，司职大前锋，效力于 NBA 洛杉矶湖人队，中文名朱利叶斯·兰德尔，外文名 Julius Randle， 大学肯塔基大学，身高 2.06 米6英尺9英寸，臂展 2.14 米，体重113公斤250磅，选秀2014年首轮第七位被湖人队选中。兰德尔出生于运动世家，他的母亲曾是一名女篮运动员，而他的姐姐也在达拉斯的一家篮球队效力。兰德尔高中就读于普莱斯伍德基督学院 Preston Wood Christian Academy， 在四年的高中生涯第三次率领球队夺得州冠军。2012年兰德尔在 Under Armour 举办的精英24强赛上以27分的成绩获得 MVP 称号，并获得当时的扣篮大赛冠军。2012年夏天，兰德尔代表美国队参加了国际篮联 U18 美青赛，场均得到 14.2 分 ,6.6 个篮板，帮助美国获得冠军。2013年兰德尔进入肯塔基大学 Kentucky 征战 NCAA， 大一时他场均贡献15分 ,10.4 篮板，以24次两双成为全美大学第一人，当选东南联盟最佳新秀，入选东南联盟第一阵容，入选美联社全美最佳阵容第三队。2014年 NBA 选秀大会，朱利叶斯·兰德尔在首轮第七顺位被洛杉矶湖人队选中，湖人与他签订了四年价值1354万美元的新秀合同。然而在新秀赛季的首场比赛中，兰德尔就因右腿受伤赛季报销。2015-16 赛季伤愈复出的兰德尔代表湖人出战了81场常规赛，场均贡献 11.3 分 10.2 篮板。在当赛季湖人对阵达拉斯独行侠的比赛中，兰德尔出场34分钟，贡献22分 ,15 个篮板 ,4 次助攻 ,4 次抢断，成为联盟自1985-86 赛季以来安东尼兰多夫2009年4月13日之后单场至少得到22分15篮板4助攻4抢断的最年轻的球员。2016-17 赛季兰德尔场均贡献 13.2 分 8.6 篮板 3.6 助攻。本赛季随着库兹马的异军突起，兰德尔的出场时间有所下降，但仍能贡献 16.1 分 8 篮板 2.6 助攻的优异数据，是联盟仅有的9位每36分钟能够拿到20分10篮板的球员。其他球员分别是考辛斯、戴维斯、恩比德、凯特、拉夫、波蒂斯、唐斯、乌切维奇。